今天我们又来秭归这边摘橙子了，然后今天是恰好是我们一直住的，之前一直住的这个周总家里自己摘啊。今天是他家自己种的那个纽荷尔橙子，大货车开在那个长江边上，然后在长江岸上种的全部是橙子。今天去看看他家摘的橙子是怎么样。哎，又来了。喜欢的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喝到一个上馒头啊，喝到一个上馒头，欢迎欢迎，耶耶，欢迎欢迎欢迎，哈哈哈哈哈！欢迎欢迎，瑞了欢迎，这次来了，这加了多少？那个叔叔一个月的晚上去上班的时候，钓鱼去，哈哈哈哈哈！我都没见到，每天都给我，一天买个几万斤，哎呀，嗯、哎，昨儿准备来的啊？昨儿准备来的？昨天晚上到的。昨晚上到的，我昨天在这儿时候，他前天就是没看到，知道吧？他前天到的，到金门去了。去了一趟金门。哦，又搞金门开了。搞金门，然后又搞回来。嗯，好，跑了两，跑到那边，然后昨天晚上又到这边来了。嗯、吃杆子吧？啊？吃杆子吧？哦，吃杆子。我看这个是挑出来的，是吧？啊、哦。我就吃这个挑出来的就行了，这个好的要留着卖钱的。嗯，这个其实就有一点裂的，它这个就不要了，其实吃的是没问题。嗯啊，这橙子天天吃都不腻，真的。因为这边橙子它不是那种纯甜，腻的腻的那种纯甜，它甜中带一点点酸。嗯。嗯。嗯。哦，寄给他们仓库，你打个电话叫他们把筐子叫来，说是在三个点多里面见不到。哎，最大的锅我有一斤，都是这样一筐筐背上来的，这边的都是很陡峭的地方。弄大的锅我估计是上不了锅，我的这个师傅那个锅炉倒的点的，好几天，嗯，二十一年倒的锅炉点的有好几天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不能按本就是不起锅炉的话，都搞锅炉肚子都不起。一样的啊，一样的会亲人的，那他一样的会亲人的，那这才叫是大富啊。真正江边，哇，那个肉好多，那个肉。不行，我这个他打电话，电话弄他是好的。
是你那个馒头把钱看大，财主心钱比钱大。你这个财主比钱大。你这个财主比钱大。这个是什么份儿？这个是什么份儿？对，好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他这个干什么都好，这个好。他选股是用那个机器选的，啊，机器选的。要开到县城去了，现在要3个小时啊。